再来看这100块钱的面膜，只卖你3块钱，不但婆婆妈妈抢翻了，连男性朋友都来抢。市价一片就要100块钱面膜，现在要多少钱呢？50块钱半价不用，10块钱也不用，一片只要3块钱。没听错，就是只要3块钱。婆婆妈妈抢成一团，还有大男生也来凑热闹。只能申购一组而已，不然的话我想多买几个。想买多少？买，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买。3元面膜实在太划算了，一开卖不到5分钟，50份的面膜通通抢购一空。因为现在油电整个都涨，爱美的女性她现在这个东西是不能省，我们特别推出一片面膜，一盒的面膜只要10块钱。一片3块钱面膜效果到底如何呢？我们现在就为你示范看看。短短10分钟，注意到了吗？敷过面膜的地方，不仅黑眼圈变淡了，肤色也变得比较明亮，而且还有明显的拉提效果。这样的成果只要花3块钱，也难怪在什么都涨的年代，美眉们只要懂得抢便宜，手脚够快，还是可以美美过日子。年代新闻，戴婉玲、徐凯迪台北采访报道。一样是便宜。